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由 PHEW 线上商店冠名播出的拆东西。那我们的商店呢，最近有优惠活动，满159元即可获得35元的专业球袜。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店铺里面逛一下，淘宝搜索 PHEW 线上商店就 OK 了。然后呢，这一期节目讲的是首款搭载了太极缓震科技的篮球鞋，是匹克品牌的帕克气弹。之前呢，我一直没有做太极的鞋子，但是呢，我自己也买了一双白色的。那么这次呢，好不容易等到了这个篮球鞋搭载太极还是帕克的最后一代战靴，所以说今天话不多说，给大家来看一看这一双。哎呀，这个鞋盒是非常重的，就是做工啊，是我见过匹克这么多鞋盒当中做的最好的。大家看一下里边长什么样子。首先盖子这边呢，就是一个七巧板这种颜色造型啊，就非常的绚丽。然后呢，还有一个透明的隔板，那么隔板上面其实有一些暗纹了，一个7P， 然后旋转的样子，还有这个鞋子这个拆分图，鞋子就在这里，相当亮丽的一双鸳鸯配色，非常扎人眼球，对吧？里边的盒子跟这个内衬是一样的。那么盒子先放一放，让我们看一下这双帕克气弹搭载了这个太极缓震科技的。它的设计语言其实跟六代有点相似，包括整体的一个流线型跟五代也是挺相似的。然后这双气弹呢，就是颜色非常非常亮丽，对吧？直接看中底，这个中底呢跟第一代爆款的太极它的表现形式有些不一样，在软的时候呢，它是非常非常软的。那么在遇到硬的时候呢，它就会非常弹。由于它这种材料的惰性啊，就是遇软则软的性格，那么在篮球鞋上呢，外侧的强度是它首要考虑的部分。看到这边有一圈从后往前包到整个后跟的内侧部分都是有 TPU 压住的，所以说外面部分是摸不到太极材料的，只有在里面部分能够看到白色的太极材料。捏起来是我觉得会比这一双全开放的太极版本稍微韧那么一点点，因为外面是有一层涂层的，也是限制它一个形变嘛，上面写了 Peak Tai Chi， 然后外侧这个是非常非常硬的，上面在防侧翻的部分还特意做了一块出来，是很明显能够看到是宽于我们的鞋面的。然后鞋面呢，这一次用的是拼接的鞋面，外部是有一个合成格，上面有这种皮革的纹理，跟七巧板一样的。整体的一个配色方案跟鞋盒里面的配色方案是一样的，然后后跟部分呢看起来是一体的，其实它用一个 Z 字形的线做了一个分割，然后这个部分呢视觉效果上是一直延伸到后跟的，后面呢是那种漆皮的材质，然后跟整个后跟部分的包裹做了一个连接，上面是有一个塑胶的一个鞋蹄啦，然后鞋蹄上面呢有一个亮片的材质，上面压印了一个 TP 的 logo， 然后这边是有那种旋转的纹路，像那种冲击波一样的。官方说呢，这个纹路是模拟的帕克转身时候的那个，结果周围空气的旋风通过这个形式把它印在了后跟部分，两个都是一样的。然后在漆皮后跟部分呢，它是有这种跟前面一样的这种分割线，跟这个 TPU 的材料都做了一个衔接，等于说三种材质的不同衔接，但是它的视觉效果处理的都是一致的。然后后跟部分还有一个凹凸质感帕克气弹的一个中文字样，整体跟我们脚接触部分呢是一个全掌的编织袜套式设计，方块的这种纵横交错的编织纹路在这个上面的，然后鞋舌呢也是一体式鞋舌，贴近脚的部分呢是用的这种弹力编织，用一个绿色骚绿色的线把它跟鞋面的编织连接起来了，里面呢是有一个单独存在的后跟包裹的绒布材质，里面有海绵的填充，然后后跟的这个强度 TPU 强度我觉得还是要增强一下，然后里面呢也是这种七彩的鞋带头，对吧？内侧是比较低调的灰色的跟鞋身一体的，我扒开看的话，里面的这个鞋带的线其实是跟鞋面有一个连接的，它更多起到作用是把整个这一片给它包过来。哦，这样拉扯的话是能感觉到它里面有一根线在动的，里面应该是动态绑定，然后整体的一个锁定还是从一个侧边锁定，通过这个合成格往这边收，然后里面是有飞线的往这边提，然后来缩紧整个袜套的一个效果。然后纹路的设计呢，这一次用的是这种太阳花的纹路，前掌在转身的区域有个小圈，然后其他纹路都是那种波浪形的向外发散的一个圈，然后中底部分呢，我看了它官方的拆解图，在太极中底的一个上面挖了个槽，有这种竖线的开槽，里面还放了一块抗扭片，
说整双鞋的刚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在中底部分呢，虽然说是最细的，我觉得它也不会造成弯折。这边有七个点，那顾名思义就是帕克的第七代，对吧？然后这个鞋还是夜光的效果，对吧？等一下我们把灯关掉，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整体来说，这双鞋令我感兴趣的就是两个点，第一个就是太极中底，那么第二个就是整体鞋的一个包裹性和在运动当中它鞋面的反馈跟中底的搭配是否 OK， 太极篮球鞋能够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和能否满足的期待吧。我们现在去球场上试一下这双太极篮球鞋。帕克七代穿上脚，首先第一感觉就是整体的包裹性还不错，就是内里的填充还是能够给到你一定的包裹感觉，但是鞋带系紧呢，我感觉这个皮面并没有给我很好的一个拉扯的感觉，整个前面就感觉有点勒脚，因为它这种一体式编织鞋身的设计，前面是挺薄的。然后另一点就是中底的感觉，一上脚就感觉这个太极中底还是比较澎湃的，整体的一个缓震感觉其实我觉得挺友好的。但是后面想了一下，哎不对，后面呢我又把鞋垫抽出来穿了一下，感觉缓震感觉就没有那么舒服。之后呢就热身跑动，给我很大的感觉就是抓地力在木地板上表现非常不错，我基本上一个脚一个钉子它就能把我钉在地面上。但是呢我想了一下，大家可能木地板接触机会不是那么多，然后它是水晶底，然后后面我直接就下楼去那个塑胶场地上试一下，但到了塑胶场地上它的表现就有点那么不尽如人意，就是它还是滑动的空间比较大，所以说这个水晶底呢是纹路设计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但是一旦它沾上灰以后到了外场尤其是塑胶地面上，它的防滑就变得不是那么的好。然后接下来就是直接打，对吧？半场比赛当中，就是你的跑动没有那么剧烈，然后急停急起没有那么强的时候，整个鞋的反馈还是中规中矩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它跟热身其实差很多的，尤其是鞋面部分。那么现在大家看只有一只鞋，为什么？因为另一只呢已经被我拆掉了。大家可以看到整双鞋我除去外面这个包覆皮，因为当时开箱的时候我讲这个包覆皮鞋带基本上是覆盖在这个鞋带面上被缝住了的，包括这个编织面也是被缝住的，所以它拉扯的只是这个边缘部分，你的包裹它不可能说从你的鞋中底部分开始一直沿着鞋面往上包，它只是从中间部分缝住的地方开始往上拉，所以下面这个部分从这里开始都是没有一个非常好的锁定的，它只不过是材料的限制它的形变。说当我做一些急停急起包括一些救球动作的时候，这双鞋整个外部都是会抱在这个中底外面的。另一点就是内侧部分的支撑，其实我个人觉得是相当不够的，这种全开放的设计搭配了这种飞线，它这个又没有说非常动态的感觉，前面部分还是被这个脚线给它封牢的，然后里面还有胶水。再一点就是这种比较细比较薄的鞋带也并不能够为你的内侧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支撑感觉，所以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我内侧蹬地的时候整双鞋它会往外偏。为什么往外偏？鞋面是一个部分，另一个部分就是它中底，其实整个中底哦，实话实说搭配这个鞋垫穿上脚的感觉特别的柔软。那么软就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它容易塌陷和泄力。大家注意看一个点，就是我这个画面蹬地准备启动的时候，整个鞋它是往内侧这样走的，它会有一个内弯。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内弯呢？原因有两点。第一点是整个外侧 TPU 给整个中底增加了很强的刚性，在外侧部分能够限制太极材料的形变。那么内侧呢，这种全开放的设计，尤其是在足弓部分支撑不足呢，就会造成它的前掌和后掌的一个位移，这个位移就在比赛当中显得非常重要的，再搭配上这个不太有支撑的内侧，导致整双鞋会有一个向内翻的情况。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呢？你要想内翻总比外翻好，对吧？所以它防侧翻部分做的真的是挺好的，尤其是帕克这个 logo 的地方，它还做了塑胶的加强。但这个加强设计呢，又有一个问题是，大家看这边其实外面的这个水晶底已经被磨得有点花掉了，那所以说每一次急停整个 TPU 的下缘部分会接触地面，然后整个水晶底会被吃到里面去，这是他在设计到的地方也没有想到的一点，在实战当中我就感受出来，并且通过画面也看到了。然后另一点就是他内侧全开放的太极呢，确实能够给你带来一种很软的感觉，但是弹在前掌来说我没有感受到，一方面是这个太极中底的加持，另一方面就是前掌的这个太极整体的厚度不是那么厚，那么他想达到后跟那种你轻轻踩是很软，然后你整个人往下落是很弹那种状态呢，
我觉得它的材料厚度还不够，所以说这造成了每一次我突破的时候，我都能感觉到我的脚先是要把鞋垫踩扁，再把太极中底踩扁，我才能够突破，这样就会造成一种卸力的感觉，导致突破的时候感觉发力不是那么流畅。但是呢，这有一点好，并不是都是坏处，对吧？但你跑动的时候，你感觉整个脚底的这种舒适度和柔软度都是很好的。所以说我第一场打是没有带护膝的，我就为了试一下整个中底的反馈能不能对我膝盖有一个缓冲上的一个支持，因为我之前膝盖是有毛病的嘛，打下来整体的膝盖都没有酸痛感觉，包括我直接后跟落地，我穿其他鞋都不会跳那么高去测它的这个后跟缓震的，我穿太极我就跳了很高很高下来，一点没有震到人，整个力量的传递基本上是大腿部分的震动比较多，所以它的缓震真的是一流的。如果要排缓震，单说缓震性的话，我觉得它是能够排到年度的 top 3的。然后另一点就是这双鞋刚说了，因为它前面后面会有一个扭曲，对吧，更多是来自于这边材料的受应力和这边的受力不同，踩下去以后先是红色部分会膨胀，然后再是一个内翻。很多情况下不管是蹬地突破也好，还是防守也好，还是我转身追求也好，它这边都是会塌陷的，但是它也没有对我造成一个很难受的感觉。为什么？是因为它这一次考虑到很强的一点，就是什么，它的中底抗扭。我把这个片拿下来大家注意看，3、2、1，中间的抗扭片采用了非常硬的 TPU 材料作为支撑，它给整双太极篮球鞋打下了一个灵魂基础，它保证了整体球鞋的一个刚性。当你蹬地突破的时候，前掌虽然说有一点点卸力，但是后面给你的 backup 给你的支撑是很强的，你跑起来的话还是能够感觉很舒适很愉快。真的，如果拿这双鞋去参加一些强度不是那么高的比赛的话，我穿它是挺舒服的，尤其是第一场比赛我打得相当舒服。但是第二场比赛呢，由于强度稍微大一点，所以说我带了护膝，整体鞋还是中规中矩的。但是有几个点呢还是要提出来说一下，就是它的一个脚踝部分的包裹，大家看到这个一体式袜套鞋身，它前面部分都是很柔软的，包括韧性也好强度也好都不是那么强，所以说它会在后跟部分特意做一个，但是这个支撑呢它的高度也不是那么高，外面还是有成袜套式设计，加上这个 TPU 的厚度和硬度也不是那么的强，所以说就造成了一个错觉，就是感觉它里面的海绵填充能够给你带来后跟的固定，但是它仅仅只是这种包裹感觉。然后后跟这个跟背部分呢，能够感觉到它在你外侧翻的时候提供过支撑，但是奈何这个整体的一个包裹感觉还是不到位，因为它跟它啊其实是分开的，只不过通过一个缝线的部分，在外侧的这个包覆的这个漆皮部分给它连接了一下，说整体来说后跟是有一种分离感和锁定感比较差的一个体验吧。所以总结起来看，这双太极篮球鞋我又拆掉了又试的，那么我希望它在第二代上面能够在鞋面上面多下一点功夫，包括鞋舌的填充和后跟部分的固定。然后就是太极中底的一个运用呢，其实也是跟 Boost 整体的一个设计方案很相似了，我不能说是抄袭，绝对不是抄袭，因为它中底的特性就决定了一定要这样设计，外侧提供支撑，后跟这边提供回弹和缓震，内侧部分开放式设计提供更良好的缓震。但是我觉得太极的特性跟 Boost 不一样， Boost 本身材料的支撑性就比太极强，所以说它会采用这种内部开放外侧封锁的设计。但是如果我要给一个建议的话，我建议内侧也是做一个封闭式设计的，它的 TPU 强度可以比外侧稍微低一点，强度低一点，不同强度的 TPU 来包裹住太极材料，我觉得在篮球场上它能够提供更好的回弹和更澎湃的脚感。为什么把它拆掉？真的是因为我想搞清楚整个鞋身它是到底是怎么设计的，为什么会产生这么令我感觉惊讶的部分，惊喜是来自于中底，惊讶是来自于鞋面。所以说看上去整双鞋哇实战利器，哦哇 awesome 对吧，但其实真正打起球来呢，它的问题还是会不断出现的，只不过我是站在一个很期待的角度比较严苛的去考虑这双鞋了。总的来看，我觉得大家对这个材料抱有期待，包括想支持匹克的一定可以去试一下，但是呢高强度的比赛呢我是不太建议脚踝有伤和还有喜欢变向动作幅度特别大的同学呢也不要选择这双鞋，如果你是打法偏向于那种跑跳型的，买这双鞋是很爽的，膝盖的缓震也非常到位。好了，
本期视频呢到这结束了。如果它鞋面好的话，这双鞋我是肯定会抽奖送掉的。可惜我真的要搞搞清楚为什么会有这么令我尴尬和觉得可惜的问题存在。所以说我也期待匹克后面呢能够在鞋面上多下点功夫，做这种人造隔一体的鞋面也挺不错的，对不对？好，本期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其实差的也差不多了，其实还是挺遗憾的了这个鞋面。然后还有一点忘了说，就是穿的时候感觉稍微有点重，然后呢我就把这一双没拆的称一下有多重啊，441克，就在后卫鞋低帮来说算是重的。我们看看它五六七代有多重啊，这个五代是鞋垫没加是吧，鞋垫给它放上去400，哎，其实差不太多哎。然后六代呢396，感觉匹克做就差不多嘛。看一下太极跑鞋多重，339。哎，那么 Boost 多重呢？我看一下，我拿双 Boost 来试一下。拿这双。是篮球鞋，也不是我们办公室鞋太乱了，我都不知道哪双是哪双。我找一下，哇，鞋真的太多了，这里面是哪双鞋，鞋子是不对的。我拿个哈登一来试试看，我觉得哈登一挺重的，42。那看样子这样，这个哦，我还没加鞋垫，不好意思，重新再量一下，483，算重吧。其实我一直没有跟大家称过鞋，就觉得这个重量，我个人不是挺在乎，但这样看起来还算是挺重的。好了，这个太极节目就是这样了，大家，我还希望它能够做好一点的。然后大家不要忘记去PHW 线上商店购买我们的运动装备，然后新款的马上就会上，大家可以保持一下关注期待，拜拜。